有。这是一头小驴儿了，蹄子长了，三岁的毛驴儿了。这蹄子，脚跟和脚尖翘起来了，三年长成这个样子。因为他喂那个，他都现煮现宰那个的。哦。他喂上点那个，那料才结条筋，这胡萝卜才结条筋了。嗯。三斤木。啊，还是。他不结日筋的。看的是这鞋泡变了形了。卷了一圈。就怕驴蹄儿脚底儿长成这样子，尤其是水泥地儿里边啊，尤其是圈里边是水泥地儿。这一块在地下看了吧？嗯，你看这么走道，我那正经。这驴的脚都拿上走道了，感血压一半了。嗯。这家什么味儿？又养花顶事啊！是你的凳不平还是地不平？地不平。地面大了平了。老驴还真是五。蹄子破烂不堪呢。咱是没个调查，这中国阿胶，啊，中国阿胶有个市场调查，哦，这个中国有多少驴，一个大概率，对，他都知道，啊，一个市场调查，现在咱中国够比160万，驴啊，嗯，你把点儿，可挺可乐，这什么造型啊，这是？拿电棍去了啊，站起来。哎呦呦呦呦呦，鞋跑切没了。那边胆儿小，叫驴有脾气，胆儿还小。哎呀，空了里头。毛驴如果拐了之后，一到下雨天，像今天这个天啊，哗哗的下雨，它会越来越拐啊。这边有头驴拐的就是卧在地上不起来了，不动了啊。我们看看怎么回事，应该是烂了的蹄子。下着雨给这头驴修蹄子啊，亮亮块块的，多好啊。这是对的，可不拐成这儿。这驴值了15,500这会儿了。到不了。到不了。
哎呦喂，别动了！在哪儿呢？你说我龟啊，看到吧？哎呀，空了里头，是空了吗？空了。停！后天多，那个冲着车了。撤了，撤了。他疼透的。哎呦，好好好好好。他那会的很了。嗯，有事了。人。哎呦，是。我他妈操！有，有。他这挺好的。起来！滚蛋！滚！就是。不行，还不会。过了，过了。他弄着虫子了。那过来捅东西的。啊，才三扣扣，我他妈没拿了嘛。那该追了。哪吧？该追。这儿追。有把他掏干了的。啊，那铁丝铁丝的。那个给我捅了。嗯，一个蹄儿扯了四个蹄儿走不了。不用弄这个虫啊，不用弄。驴蹄子好吃吗？驴耳朵耷拉着，哎呦，还踢人家。嗯，驴耳朵耷拉着，没精神。到这啊，到这啥？嗯，你看这，哎呦，身体一寸多。还有嘞，里头还有嘞。嗯，里头还有嘞。你看，啪啪。嗯，可怜啊。这就这了，有了。哎呀，还有呢。嗯，到这两天啊，到这两天到这个到河，嗯，就是那个东西。多少东西贵啊？那怕就要散了，我说。天哪！哟，有点事儿。我这挺准备的一个的。是啊。嗯，对。你不要听。就这是抹上黄油了，他光的管你儿子。不管你儿子叫好吃了。这不是光不是光管他妈的！我当时就我抹了黄油，它长住了不？长住了，长住了。
深得很呢。深得很，我野，有点野。嗯。深得很。深得很。这个还能不？那个，行，那也不用，那也不会，就这一个就成了功了。这一个，那驴骨它的，一个蹄儿弄了四个蹄儿走不了。好了啊，这就好了，然后慢慢这个蹄儿就长上了啊，要不然这个蹄儿坏的里边都朽了，都烂了。这慢慢的，过上一个多月就好了。